你就是秦孝南。是的。你想清楚，这可不是头脑发热的事儿。我想清楚了。天边加油站是一个人的加油站，属于留守性质，在那里工作想找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我清楚。 另外，在收入上也会比你现在的少，你还愿意去吗？我愿意。你知道现任站经理的情况吗？你说的是王重庆吧？是的。他在天边加油站干了20年，马上就要退休了。我想问一下，他这个人好打交道吗？他常年在基层，我也很难见到他。 只知道他是个很倔的人，认准的事儿一竿子到底。要不你再考虑一下。这个是我的申请书，我自愿到天边加油站工作，请组织考虑我的请求。早上9点。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伊犁州东部、塔城地区北部、阿勒泰地区东部等地部分区域有微到小雪天气。亳州东部、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昌吉州等地部分区域断续有阴雾天气。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雾。 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11度，风力3级。来，这次把窗户关上。主要内容有：自治区召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阿勒泰地区打造示范课堂特色课堂，运用全国企业文乐见的方式，让党的创新理论家喻户晓，入脑入心。新闻专稿：我区多管齐下，促进畜牧业提质增效。麦盖体现1026名青年赴山东、辽宁、浙江等8个省市务工。 这孙小伙撒泡尿泡那么远，瞧瞧！有没有素质？随地大小便。 咋了？你这是？狼，有狼！真的有狼，不信你看。应该是饿了，我去看看。你别呀你！
这大白天的，狼还能把你吃了不行？哎，你干啥？你别想我吃了，你。知道你饿了，哎，吃吧。认识这只狼？我在这条送行路上跑了少说有七八年了，这些狼啊经常见。那你不怕吗？怕呀，那个时候跟你一样怕。刚开始的时候我一见着狼吓得我的腿肚子直打转呢。后来王站长跟我说，人要是能看见狼就说明这狼是饿极了，见到他的时候不能害怕，你这两只眼睛得直勾勾地盯着他，千万不能转身跑。最好呀，身上要是有啥食物，就给这狼喂一点。这狼是有灵性的，吃了你的食物，它就能记住你了。陆师傅，你说的王站长，是王重庆吧？对。我听说他这个人特别不好打交道，性格倔的。一个人在那么偏僻的一个加油站待了20年，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你说能不倔吗？小伙儿，我跟你说，我卢咸阳平时啊敬佩的人不多，但是王站长就是其中之一。为什么你没把你的孩子骗了？免得你们给当上就是那可能的事。可是可是为什么谁能把你弄？别的，你们。哈利，哈利站长来了！别吵了！好了，你先走一步。布拉迪站长，怎么回事？哈利站长，你看，他们两家为了分家这事儿吵起架来了。走。我跟你们讲，如果你们两家不想吃官司，就都闭嘴了。明大班长的，咱阿那不来。扰民就是有错。我那儿子就是开车还是跟。你们家旁边就是幼儿园，娃娃们正在上课，你们在这里吵架，你们说，是不是打扰娃娃们？嗯？隔壁住着一位90多岁的老人，他有高血压、心脏病。你们在这里大吵大闹，万一老人有什么情绪不稳定，出了啥子闪失，人家家里人会放过你们吗？我呢，哈里站长，我偷偷说一下的。现在比特尼格那边是站个开始不了的，懂了吗？啊，我现在该怎么办？爹爹，我上个比特尼那边，我先生打了，懂了吗？我说你们两个，还不嫌丢人吗？啊？去。把各自的女人领回家，快去！不，这是阿恒过来过。哎，哈里站长，你真有办法。哎，每次我们就麻烦事儿，你出面来解决，太谢谢你了。哎，穆拉迪村长，你太客气了，这么多年了，要说谢，我应该谢谢你对我工作的支持啊。哎，哈里站长，听说你要退休了？啊，怎么没有跟我说一声啊？有什么好说的？年纪大了，就退呗。啊，哈里站长，我说你说那些计划呀，真舍不得让你走。
我也舍不得你们呢。哦，对了，你这提醒了我，昨天公司电话通知我，说接替我的新站长今天到，我得回站里去了。啊，哎，那个新站长叫什么名字？叫秦晓南吧。走了。秦晓南。 大家好，来看天气。又一股冷空气蓄势待发，明天起一直到二十五号，它将会陆续。今天晚上也降温了，把你我啤酒放下，喝辣。这地方晚上冷没成。来，不会喝酒，不会喝酒，就不要端着杯子进人啊。明天阿勒泰北部地区将会大到暴雪，后天强降雪将会转到。吃。王经理，初来乍到，请多关照。还交警力啊？ 王端让，我听起来多亲切啊！多生二。未来一周，天气依然。咋感冒了？哎呀，没事。前几天啊，爷儿俩的车在半路上没油了，我就给他送油。哎，就这样了。看来我是真的老了。王站长，我还是要敬你一杯。请多关照。 长春晴，1到15度。哎，北海晴，2到18度。天津晴，9到20度。呼和浩特晴，不是，不，云川晴转多云，2到17度。西宁多云，1到13度。兰州多云，6到17度。 治疗感冒，闻汽油能治感冒？不行不行，不能这么闻。王站长，汽油里含有有毒物质，会让人中毒的。在加油站干那10年长了呀，对这汽油啊就产生依赖了。武汉多云，13到24度。比如说身体不好了，感冒了，不吃药，哎，闻一闻汽油味就熬过去了。太扯了吧！ 汽油对人的危害很大的。你不要以为就你冻得文化，你才来了多久啊？时间还长着呢。我不信。我得去百度一下。澳门多云23到27度。 你好。哎。哟。
你们好。你们这儿真漂亮。你们在干什么呀？我听不懂。哈里站长，俺俩不是等巴郎是吧？我是你的妹妹，我是外婆给你讲的那个队长。我不是让你在那儿等着我吗？怎么跑到这里来了？啊？走了，你们忙吧。Қалы кегелі 20 жыл болды. Барлық семьяға көмектесіп келеді. Қалып тұрмыста күннен елге жақсарды. Бұл қалыға деген алғысымыз шексіз.进去，把钱交给叶尔兰，就说哈利不能接受你的钱，啊？那他要是不接呢？哎呀，你就跟他说，哈利是国家职工，这样属于是受贿，会让哈利进监狱的，啊？哎呀，你快去呀！那他要是不在呢？不管谁在，你就这么跟他说。同志，你，同志你就收下吧，这是我和我老婆的一点心意。你就收下吧，哈利站长这些年一直帮我们进货，一分钱都没有收。还要走了，这是我和我老婆的一点心意。这个呀，是王站长让我给你们的，你就收下吧。我了，我走了。喂，我走了。同志，我在这儿。你，我叫秦孝南，是加油站新来的经理。哦，你是来接班哈利叔叔的人啊？是。我叫古莉亚。你好。刚才不好意思啊，小朋友都是这个样子，看到陌生人就比较好奇。都很可爱。古莉亚。古莉亚，哈利叔叔，你在跟谁说话？是不是我们加油站新来的秦孝南？是的，他在这里。王站长，你连声招呼都不打就走了，让我在村子到处找你啊！王站长，我也到处找你呢，我这不找着找着，就找到幼儿园了。你倒是会找地方啊！你怎么不找到老人院去啊？喂，哦，好好，我马上回去了，啊，好的，走了，有人打电话要加油，回去工作了。哎，我就先走了，再见，再见。
你个微信吗？我跟你讲，古丽呀，是穆拉蒂村长的小女儿，她美丽的就像天山上的白天鹅，心地善良，犹如一只小羔羊。穆拉蒂村长老伴去世的早，她为了照顾父亲，30岁了都没有出嫁。追她的人啊，占满了天山，你就不要惦记她了。我又没说要追她，你跟我说这个干嘛？追她的人再多，跟我有啥关系吗？桂花，你就嘴硬吧。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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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是你，不要再打电话回来了。我说过了，我不会原谅你的。凤翔，我马上就要退休了，我这次真的要回家了。我等了20年，就等到你这么一句话呀。凤翔，你先别挂。中国中央电视台2003年春节联欢晚会，欢迎你们的收看。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陪伴您度过这个愉快而又温馨的除夕之夜，因为没有什么时候比此刻让我们更加。一哲，去看看谁来了。和祖国和我们伟大的民族。哟，叔叔，你找谁呀？王一哲，我是你爸爸呀。叔叔说他是我爸爸。我是临时回来开会的，也没来得及提前告诉你们一声。一哲，快叫爸爸。这是你爸爸，啊，叫爸爸。一哲，你看，爸爸给你带玩具来了。快接着，哎，去接着。你们骗人，我爸爸在天边加油站呢，离这里好远好远。你不是我爸爸。凤翔，亏你还能想着回家，自己跟孩子解释去吧。
王站长。地我都扫完了，加油机查过了，一切正常。啊，油罐区我也检查过了，没有任何异常情况。哦，非油产品我也统计过了，10天内没有任何的销售记录，我已经安排把过期的产品退回公司了。把我的衣服还给我。啊？啊，王站长，对不起啊，我的新经理服呢，公司还在调货，我就先穿您的了。反正您也快退休了嘛。把我的衣服还给我！我跟你讲，贺兰是村里的小学老师，她的丈夫在外地工作，儿子在县城读书。记住，每次陆师傅来送油的时候，你要帮着贺兰把她要给儿子带的东西捎到县城去。记住了，贺兰老师。哎呀，给儿子带这么多东西啊！哎，好，哈利站长，谢谢你。明年我儿子就高中毕业了，以后就不麻烦你们了。哎呀，你不要客气啊。哎，这个东西我给儿子。好的，好的，好的。何兰老师，我跟你讲，我退休了，马上要走了。以后有什么事，哎，找他也是一样的。嗯，同志，以后就麻烦你了。不客气，不客气，以后叫我秦经理就行了。哎，好。桂华，这还没交班呢，就急着当经理了。算了，不进去了。叶二兰你也认识了。我告诉你啊，他们家不仅进货，还有一辆小货车，一辆摩托车。小货车加满油是68升，摩托车加满油是10升。啊？这要记。要记。还有更重要的，叶二兰这个人记性不好啊。总是忘记加油，经常是跑到半路就没有油了，还得给他送油。记住，每周提醒他到公司来加油。他的电话我告诉过您，知道了吧？哎，阿爸，阿爸。阿爸，是谁打死？阿爸，耶，哈利，哈利，巴拉。老人家你好，阿爸。耶，多生个几年给我。耶，阿爸，我能阿特亲小囡，谁给听听没能儿子嘛，出个江阿巴斯的个。耶。Жаңа занжан кесе жақсы болған екен. Мен үйіңе қайтатын болдым. Балашағаның балашағаң да күтіп сені. Зарығып кетті ғой. Бара ғой үйіңе. Апа, мен енді демалысқа шықтым. Демалысқа шыққан соң сізге қарайласатын уақытым
Жүдө көп болду э. Меган карамай ак кой. Бек орто мектеп табышканын кийин маган карайды кой. Немерем багады мени. Үйдө ун таусулуп калган чыгар. Мен эртең Эрланан акелтип берейин. Айтса да Бек машина правасын алгал жүр экен. Мен орнластырып койдум. Тез арада машина үйрөнөтүн болады. Бек кайда? Бек Мураттын үйүнө кетти. Мурат кыстак бастыгы туулган күнүн 60 жылдыгын өткөзөт экен. Соган жардамдашкелі кетти кой. Салдан соң мен да барам. Кыстак бастыгы Мурат бир айдын алдында маган айткан, маган сөзсүз катнаш деген эди. Ана, конакты үйгө киргизип чай бер. Чай ич. Жарайт, жарайт. Мен барып куйуп алып келейин. Ларында чыгын ихана тана. Сизе ларында. 我叫秦小南，是加油站新来的经理。老人家听不懂，就是不会说。老人家，王站长退休了，以后有啥事就找我啊。嘿嘿，келишкенчиге тегесин，келишекте сулуу келинчек аласың。啊哈哈哈！哟，啥意思呀，王站长？ 时间长了你就听懂了，啊？ 타나시, 타나시. 마나 지긋, 비즈든 마나 키스타그미즈 마이 쿠이트 펑키트나 켈겐 장아 징리 칭샤오난 데이든. 가르스 오릉란. 老子让 介绍, 你是新来的站长. 把美好的祝福送给你. 来, 邢站长, 喝, 喝酒. 我不会喝酒, 我们现在都叫经理, 不叫站长了. 啊? директор араспейм экен? Ой, ішу керек, іші да. Жалған бейне, майда лебіз не керек? Мейірбан жылы жүрек болмаса, келбетінде біз баяғы кебек.
әкемнің туылған күніне келгендеріңізге рахмет. Мынау менің әкеме азырақ болса да көңілім. Мына жерде көпшіліктің күннен күнге көңілді, денсаулықтарыңыздың мықты, тұрмыстарыңыз күннен күнге бақытты болуын тілеймін.在上市民族地区工作，每个人都得过这一关。时间长了，你就会适应了。上班时间到百姓站喝酒，是违反纪律的。同志，从现在开始，我们上班时间一律不准喝酒。规划。 20年前，国大改建，天边加油站接到上级的通知，要求立即停业，报废拆除。你知道为什么后来没被拆除，一直留守到今天吗？ 这我不知道，我只听说。 公司当年派你来做站长，你孩子太小，你老婆不同意，你就骗他说只来三个月还能涨一级工资，你老婆这才同意你到这儿来。啊，这都是过去的事了，不说了。王站长，我说实话啊，我呢是个90后的大学生，在价值观的判断上跟您不太一样，是。 您当年舍弃家庭，一个人在这里长期忍受着孤独，一干就是20年，这些作为晚辈我都很佩服，但是吧，我就是想……秦孝南，哼，你是不是心里想，我不愿交接，肯定是贪恋这个狗屁都不如的站长职位吧？我没有。 天边加油站的生意非常红火，可是国道改建以后，有时候三五天都没有一辆车，所以县石油公司决定关停天边加油站。
穆拉蒂村长带着十几个村民，抬着一头羊，找到了县石油公司。穆拉蒂村长说：“天边加油站不能撤。科尔沟109户村民，他们的生产生活离不开天边加油站。加油站要是撤了，他们就要到100公里外去加油，这让他们怎么过啊？”然后，公司就决定不撤了。桂华，哪有那么容易的事情？自治区公司的领导考虑到，这不是一件普通的关停加油站的事件，它涉及到少数民族地区百姓们和谐稳定的问题。于是，马上向北京公司报告。北京公司的领导非常重视，很快就做出了决定。为了这109户哈萨克百姓的利益，天边加油站将继续营业，并且选派经验丰富的同志担任站长留守。所以，您就被选成了这个站长。可我怎么也没想到，这一晃就是20年。欢迎光临，请熄火加油，进大手机。哎，请问加什么油？加满吗？92加500。好的，92号500元。500块钱，您数数。好，500元刚好。谢谢啊。不客气。师傅，除了这个加油站，离下一个加油站还有100多公里，万一走错了路，或者突发啥情况，随时给我打电话。啊，那个，师傅。我们这是自驾游啊，一路向前，不走回头路。所以您给我这卡片，我压根用不着，还是留着备用吧。啊，不是你拿着吧，人家也是好意。不是咱这油箱，500公里都没问题，这100多公里加油站咱还跑不到了。
赵，你没事吧？没事，没事。你要是困啊，就再睡会儿啊。要不咱们找个地方休息一会儿吧。这地儿连手机信号都没有，哪有地儿能休息？咱还是一直往前开吧。 谁呀？万旅站长。你谁呀？有人吗？啊，出事了！我大路路上的，村里有个车，车里面没有人。是不是一辆越野牌照的越野车？对对。哦，好，我知道了，谢谢你啊。 这是落石把车给砸了。我机油漏了。哎，看样子，事故发生时间不短了。是啊，你咋看出来的？你看吧，油都溢完了。对，会不会已经让人送去医院了？不太可能，这条路很偏僻的。 很少有车辆通过。有狼？没事没事，在我们这儿听到狼叫声，代表着吉祥。哎，看看看，这里有脚印，过来过来过来，我过来。哎，顺着脚印走啊。 心脏病的药都吃光了，还写了遗书，这是要自杀呀！人还活着啊！赶快救人！来来来，一、二、三！你们放心吧，两个人都脱离了危险。 在医院观察几天，不会有大问题的。哦，马院长，等他们醒来以后，请转告他们，是天边加油站救了他们的命，好不好？一定转告，一定转告。好，我替他们谢谢，王站长。嗯，你这些年你可是救了不少人啊。哎，马院长，话可不能这么说，命都是你救的，我可没有你那么大的本事啊，是吧？马院长。 你从湖南来到我们这儿，援疆那么多年，真是不容易啊！都是为了老百姓的，应该的，应该的啊。
喂，妈，我这儿信号不好，我找个信号好的地方给你打过去啊。请你原谅爸爸，我马上就要退休了，我会好好补偿你和妈妈。儿子，我都听到了，他是我儿子，比你小五岁，在乌鲁木齐上大学，明年就要毕业了。他还是不肯原谅你吗？为啥？为啥？如果你两岁的时候，你的父亲离开了你，你不会恨他吗？做相册没问题了，就是每个人的名字你得自己填一下。快看快看，他又来了。干什么呢你们？还不回去上课？他把我给你们穿的太丝棉。你笑什么呀？这儿的世界可真单纯，单纯的好像没有一粒尘埃。是啊，我就喜欢这种简简单单的生活。可外面的世界一点也不简单，也一点都不美好。你是受过什么伤害吗？啊，我怎么会受伤害？我坚强得很呢。对了，古丽啊，嗯，我跟你打听个人。谁呀？王站长有个儿子，你知道吗？啊，哈利叔叔啊，他是有个儿子叫王一哲。你认识他？我比他大几岁，他还得叫我姐姐呢。
那个时候他才6岁，他跟他妈妈来过我们这里。你继续说，我想知道他的事儿。啊，我想想啊，那个时候下着好大一场雪。 多喝一点，儿子，再忍忍，你爸去找医生去了。 孩子怎么样了？都烧到40度了，医生找到了吗？ 村里只有一个接生婆，根本就没有懂医的，只有70公里以外的镇上才有大夫。可是现在大雪把路都封了，根本就出不去啊！那该怎么办呀？这个蛋，我怕你咱家能把它卡倒了，不晓得给，我不是干什么，不打什么，啊，可是咱家里还是他们买走。 现在不打，打人跟掏棍子，不了吗？打不死人，你说是掏不给力不？我不给力。来来，你怎么哭了？是出什么事了吗？ 镇上的医生事情来了，王一哲的病也治好了，可是哈利叔叔再也没有回来，他和他的马掉下山崖，摔死了。 村里那个眼盲的老太太，就是哈利的妈妈吧？哈利叔叔死后，老太太悲伤极了，哭了半个多月，眼睛就给哭瞎了。所以，王站长就改名叫哈利，他也把老太太。 当成了自己的亲娘。哈利叔叔没有改名，只是后来他主动承担起照顾哈利妈妈的义务，就像对待自己的母亲一样。时间久了，村民们就开始叫他哈利站长了。原来是这样。那。 王站长的老婆孩子就再没来找过他。谷亮院长，可以开饭了。好，难怪站长迟迟不肯办理交接手续。莫非他是有家不能回？妈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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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 儿子，你先照顾一下妈妈。现在加油站只有爸爸一个人值班，在没有找到替爸爸值班的人来之前，爸爸是不能离开工作岗位的。爸爸，你一定要快点回来。好，好，好，儿子，你先别着急，爸爸现在就去请假啊。
妈妈，爸爸是不是不要我们了？儿子，就算你爸不爱我了，但他一定是爱你的，因为你是他儿子。不，他只爱他的工作。这些天啊，就麻烦你多照顾他了。啊，啊，哎，啊，好好，您请回吧。再见，再见。啊，好嘞。哎，嗯，杰哥，都办好了。你放心，家里我来照顾。啊，这些日子你就在这儿好好的、安心的学习吧。去吧。好，哈利爸爸。哎，奶奶最近老是睡不好，她说你要走，她再也见不到你。哎，傻孩子，我不是走，是退休。等我退休以后啊，就有更多的时间照顾你和奶奶了。啊，那就好，那我们还能见面的，对吗？哎，那是当然的啦。去吧。我挺好的，他结婚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小玉，请你转告他，我现在特别的好，我在天底下最漂亮的地方工作呢。是吧？对，你们最近有联系没？我跟他没什么联系。阿爸，开灵子，阿个做阿么子？哎，不来开灵子？哎哎，阿都没么那样子些个。再来。Келіңіз, жарайды. Қали, балам, телезордашы, қабартың дайын. Жарайды. Bala mekan. Hao ma. Hao.
哎，喂喂，哈利站长，我老婆快要生了，我正在送她去正医院的路上，但是车没油了，我给加油站打电话一直占线，能帮点忙给我送点油过来好吗？你在什么地方？我在阿克塔斯，我在阿克塔斯。哦，马上就到。谢谢哈利站长，谢谢谢谢。다다치다치잖아아갈때는길에간줄되긴다다치다치잖아신이군님마신이게마이고요동도가왔으면자금가리장정이스키집들어오길이빠아갔다올바라아계시지않음계시지않으면부당에는입입作为2020年东京奥运会主会场的国立竞技场15号举行了竣工仪式。该场馆是在1964年东京奥运会主场馆的原址上重建而成，耗资1569亿日元，工期历时3年。明卡提根站的明卡提根站，开始前面明卡提根站的明卡提根，开始前面不单给你背面。啊，停了。一会儿来，哈利站长，你快来了。你爱人怎么样了？很好。哈利站长来了。扎伊娜，你怎么样？哈利站长你好。你别担心，马上就好啊！再坚持一会儿。塞里克，快把油打过来。扎伊娜，现在是马克波德斯。哈利站长，可谢谢你了。哎呦，什么都不要说了，赶快去医院吧。路滑，要注意安全。建红是被冤枉的，你当时睡着了，你不知道。当时宿管大爷不是听着咱们屋子里有人放歌吗？宿管大爷就过来查呀。我赶紧就把手机塞到建红的被窝里了。你干什么呀？你占用的是值班电话。伊尔兰的女人就要生了，可半路上没有油了，人家死活打不进来这个电话。是他自己忘记加油的，关我什么事？我是不是告诉过你，一周提示他加一次油，你照做了吗？没。为什么不照做？我觉得，那根本就不是我的本职工作。鬼话！别的加油站是给车加油，可在我们天边加油站，那是给命加油。你敢打我？老子不干了。都是我的不对，这段时间我思想有情绪，影响了工作，造成了一切后果，我来承担。啊，经理啊，我不跟你多说了，救人要紧啊，你随时等我的消息吧。
екіге бөлінбейік. Сендер ана жақтан сендер. Қалғандар маған еріндер. Әйелдер осында қалсын. Аттанайық.你醒了，别动。 是哈利站长，朱丽妮，应该谢谢他。你不了解哈利站长，他是我见过的最正式的人，也就是你们常说的真爷们儿。穆拉提村长，你了解王站长？
这些年他老婆跟他闹离婚，孩子不理他，他就没后悔过？有，他脱学过。我记得他来到天边加油站的第五年，他老婆跑到法院起诉他，要与他离婚。这个公司领导知道以后，立马下调令，把哈利站长调到乌鲁木齐工作。这样他们就没有离婚了吧？公司领导的劝说下，总算把婚姻保住了。但是没过多久，这加油站又出事了。新站长辞职跑了一个多月了，公司里没有一个人愿意来，我们科尔公司就瘫痪了。先别急，啊！我想，公司的领导很快就会找一个合适的站长人选的。王站长，哎，你跟我们工作下来，啊，我还是你在老家的。嗯，是啊。叶真，我跟你说实话。我这次来呀，就想你，请你回去。冯静，菜好了。哎，来了。辛苦了。我都好不容易调回来了，千万别答应他们再回去了。哎，大家都不愿意去，可以轮流去。再说你都干了五年了，够了。王强，人家不愿意去，是不熟悉那儿的生活，可我是最熟悉的。到底是要我们娘俩，还是要你的天边加油站？行了行了，小点声。就这样，我们走后第二天，王站长回到了天边加油站。打那以后，他再也没回过乌鲁木齐的家里。古丽啊，我想跟你谈谈。有什么好谈的呀？我们哈萨克人不愿与懦夫做朋友。我不是懦夫。一个为了逃避失恋，只想找一个安静的地方混日子的人，不是懦夫，是什么？我，秦孝南，我以为你是真心到天边加油站来接班哈利叔叔的，我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一个人。算我古丽亚瞎了眼睛。Thank you.
这地方可真美。如果你只是来看风景的，美只是表面的。你把这个打上，给天边加点颜色。王站长，是我。王站长，认错人了吧？喂，你好，我是乌鲁木齐车站派出所的。有个叫秦孝南的人喝醉了，被送到我们派出所。他说认识你，要与你通话。哦，他现在人怎么样？酒醒了吗？你等一下，王站长，我承认我到天边加油站是混日子，我是个懦夫。秦孝南。我不该先动手打你，那你今后打算怎么办啊？我还想回电瓶加油站，你还要我吗？好了好了，都有错，我们不说了。王站长，我还求你一件事。什么事啊？你先答应我，你得保密。我喝醉酒进派出所的事，你千万别跟古丽亚说。那我要是说了呢？那我就待在派出所里不出去了。桂花，瑞雪招凤年。王站长，还不回家过新年啊？人家这新站长都来了三个月了，工作啥的也都熟悉了，咋了？还有啥不放心的？
你看啥呢？阿黄，我要走了，你要好好陪秦站长啊。这人不服了是真不行啊，这阿黄都第四代了吧，老了，这回是真的要走了。哎，马板一脚回家过年，轻轻松松的过日子多好。你在这都待了20多年了还不烦啊？对了，退休了。陆师傅，你知道王站长家在哪吗？在乌鲁木齐，哎呀，这个具体啥地方我还真不知道。咋了？你问王站长他家干啥？没事，就是问问。没事，嘿嘿，你这小子不老实，肯定有啥事呢。我包里装的啥宝贝啊？啊，看的那么紧，啥东西？知道，啊？情书，情书啊！你给王站长写的情书啊？是王站长写给他老婆的76封没有寄出去的情书。哦，76封，真的呀？哎，你给他读一下。人家的信哪能乱读？来嘛！小心！哎，让他过去。经过了。就不怕了。我决定了，明天到公司去办理退休手续。年轻人要接班，他有他的想法，也许他是对的。哎，哈利，你们公家的事我是管不了了。我们克尔古村马上就要迎新年了，我邀请你啊，和村里的男人们一起上天山打深水祈福新年的活动。知道这是你们祖上传下来最隆重的事，可是我还不够资格。哈利站长，
那么多年了，你为了科尔古村付出了太多太多了。啊，我们呢，永远不会忘记的。你马上就要退休了，请接受我们的邀请吧。老年，啊，不辛苦。Apa? Mınav tenşen tavunan ala gelgen zemzem su o. Örüttep körünüz. Den sağlığınız mıktı bolsın, he? Nağız mineral su eken koy. İsten canın jay tabadı.
王站长，你看我把谁接来了？哈利的阿姨来接的吗？是，是我娘。阿哥来的你了。哈利当该打的包东，扎死包的。娘，我是来接您回乌鲁木齐和我们一起过年的。娘，你身体可好？哎，扎死，把他们扎死了没？重新给您配的药，你都吃了吗？爷爷，接等，把他们这边给带上的些，都等。爸，对不起。古丽亚，古丽亚，我去城里给每个孩子都做了一本相册，你看。谢谢你啊，我代表这帮孩子谢谢你。我还想给孩子们拍点视频，做成抖音发到网上，你看可以吗？我要是说不行呢？为什么呀？嗨，这因为逗你玩的。秦孝南叔叔，帮我们拍一张全家福吧。哎，来了，咱们全家合张影。哎，大家站一块儿，让美丽的天山做背景，这肯定是全世界最温馨的一张全家福。三、二。一。